我们这个白凤一广纯是一片白沙，什么也没有。靠我们几大人的努力，把沿海一会儿支撑这个沿海防护林，所以说我们这样子才有今天的旅游地品水位。我叫 Li Jingpu， 在这个临沧干了20多年，我每天的时候带着我们这个队员。 这个商厦护林，这个防火清理一幕，并且还防止。我们这是现在这个发展的好，这个旅游力的太多，我们这个防火压力太大，这个每天二十四小时值班。我们从1963年开始成立林场，我们大概能值就是12000多。